家无从，楼海员外天理天这个龙王只有我一人的，我从姑苏王家下有五位殿下，以仁义礼智信为次。我问你兄弟几人，你说只有你一人。哦哦哦，兄弟几人也不能回答，你又作何解释啊？从山那尊灵茶杯也难同情理嘅嘢，而家無端端啊，成個三妹就送咗俾人，係送咗俾佢。如果嫁咗出去就冇問題嘅，至多係做份嫁妝俾佢啫嘛。而家招狼入舍啊，我嗰副身家要揾多一份啊！唉，千差萬錯，都係錯在你幾句風。风乜嘢啊？你几句风风嘅说话，大相公。而家大相公都有糊食噶，你放十六只我都要噶，少一只都得嘅，真系啊！你一张白纸写条文啊，因。因呢意義成濟夜君永斷高門半次親，寫休書你心要狠心要恨，我叫你看住佢噶嘛，等佢生到半不楞坑嘅時候，你就以你嗰把聲喝翻佢入去啦！唉，慘啊！而家瓜園啊，每日都出300担瓜啊！嚇，咁多？
係咯，我樣樣都要300啖嘅喎。如果你話俾彎過佢啊，哎呀，我真係功虧一篑，心血安勞啦！哎呀，咁咪生個仔。Oh,
说道：若不取你人头，永不罢战。看来今日祸由你起，你还不一死报国，妄想再图侥幸吗？莫须有杀害忠义仇，当日奉命提示平贼的偷壳，正欲牵旗斩将，山顶有震天城，惊群兽何故三全力，召我返梦楼，还要斩杀无辜。正常昏庸，难道爹爹你又不明事理吗？忠臣，休要强称夺利，今日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你个畜生懒伪！去
断裂中。你莫怪我死话咒。唱添热那天假期，有若吹灰意，我以手啊威攻，勤修防务，城池金仓库，能抵百万事，以日待老。烧敌压之敌军的茶月暗杂之激令啊燃和谋破水团粮养马待饥时以此谋略可平了。好待今人那拜奉，我大明天子。我兴定辽东，军费若何？每年一百万两。慕文龙要沽一千万两，余大丹贪之神听邦歌，松茂丝罗五红丝有三个请求，尽管说
来其一，战场上变化万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二，万万不能派遣那宦官作为监军。第三又如何？请主上侍臣上邦宝剑，先斩后奏。好，平定辽东，须是约何？五年期限，五年期限。啊谁封天地呀？谁话老在今时？你见君王满忧虑，哀家因为待未消。不是君臣与红丝可把敌人取。
使我生亦等闲。你莫过捉路君王，只要罪重耶。娘娘，你不能去，我定要去啊！你不能干，我定要干啊！娘娘。